勇敢者游戏二这部好莱坞的动作冒险大片正于当前火热上映中，是由壮汉强森主演的一部冒险兼搞笑的一部剧作。这一次的冒险加量不加价，游戏是直接出现了故障，而且玩游戏的一个个行动不便的老头。这次的冒险不仅是在丛林，首先他们来到的是沙漠，可惜没有骆驼，不过出现了一大堆的鸵鸟大军，吓得强森他们赶紧上车，来不及解释了，于是上演一场空中飞车。之后有座吊桥上偶遇凶狠的狒狒，这是要把他们往死了搞啊。不过还好勇敢者的技能还算是过得去，每次都是绝处逢生，生死大逃亡，一直也有玩完，咱也是佩服得很。之后更是要爬上一座大冰山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城堡当中，发现自己要找的人变成了一只马，如果要救回他们就得将游戏进行下去。在影片中有刺激到爆炸的场面，比如说强森在冰雪城堡那里跳到空中将超级大的飞船撤下，那一艘爆炸的飞船画面感简直不要太震撼，这特效做的那是真的厉害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留言哦。